二位好，欢迎啊，欢迎二位，欢迎。哎呀，两位帅哥，赶紧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干啥啥不行，玩就第一名。我呢，就是不小心把清华和北大都上了的小和尚霍敬轩。对，因为我今年夏天呢是刚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本科毕业，嗯，然后现在呢直播到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。嗯，今天我呢非常有幸来到跨时代战书的舞台。嗯，虽然平时呢我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漫不经心，但是今天答题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。不会手软。那这位跟您的关系是？大家好，我叫唐艾伦，我是小霍少的高中同学，啊，然后现在是他的舍友，啊，兼他的就是自媒体视频的那个摄影师，也是在北大。我不是，我跟他已经差了很多了。那咱俩能成为朋友？哎，那没错，那没错。这笔筑梦基金哥俩怎么花呀？因为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呢，我自己呢是开始做自媒体，发布了100多条视频，也是很幸运的收获了160多万粉丝到现在。可这笔基金啊，就绝对得买点好的设备啊。有没有什么现场的小才艺先给我们亮一下？其实今天才艺呢我没准备，因为我觉得我答题就算我的才艺了，所以其他才艺就先不展示。你这个话在别人说面前也就算了，在曹老师面前说这样的大话。哎，曹老师，我问您一下哈，在您的心目当中啊，我们的小霍少同学算不算是超级优秀的这种学霸？嗯，这算不上，算不上。因为这样的学生，客观说，我见的多了。就但是待会见着才能展示的，可能秒秒钟就征服我了。我明白啊。那来，还是不能免俗的撂一句挑战宣言吧。虽然我呢，平时是比较尊老爱幼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代表青年是吧？答题的时候就不手软了，看看您二位呢是谁准备拿这个第二。